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天堂跟地狱啊，只在一念之间。有一个朋友啊，他刚好有机缘遇到了小天使，小天使就跟他说，我带你去看天堂跟地狱，那你首先要看什么？这位朋友就说了，那我先看地狱。到了地狱啊，刚好在用午餐，然后有一排啊长长的桌子，两排的人啊对坐在桌子前，那筷子啊都是一公尺长，结果桌上也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当喊开动，所有的人啊拿起一公尺的长筷子，拼命夹食物，一夹就要往自己的嘴巴塞。结果因为筷子太长了，所以还没夹回来啊，就已经在中途怎么样打起架来了，都筷子撞在一起啊，食物掉满地，掉了以后啊，还互相啊谩骂对方，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结果那个气氛怎么样？非常的不好，他看不下去了，说好了，算了算了，我去看天堂吧。结果小天使带他去天堂啊，哎，一看桌子还是那一张长桌子，然后还是坐了两排的人，还是那一些菜，筷子还是一样一公尺长，他就很纳闷。结果一喊开动，所有的人啊菜夹起来呢，先给对方吃，好，一夹起来，来给你，来给你。结果啊有一个人缘不错，好，一下子三四个人啊同时夹给他，他说啊，等一下等一下，我快要噎着了。所以人缘很重要。好，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啊，当人念念啊都为对方着想，我们就生活在天堂之中。当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啊，互相竞争，互相计较，那就生活在地狱之中。刚好有一次我到海口的乡下去演讲，刚好也讲到这个故事。后来因为晚上啊还有一堂要对他们当地的老师上课，那吃晚饭的时候，这个镇长跟副镇长就接待我们一起吃。结果在吃饭的过程啊，镇长跟副镇长就拼命啊给我们这些老师夹菜。结果我们中心的老师就说啊，我们来到天堂了。所以呢也是很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我们要把家庭啊经营成天堂的气氛，这样家庭里面的人才能长命百岁。假如家里面的气氛是像地狱呢，那会怎么样？那就变成了癌症的高危险群。所以这个家庭气氛呢，有赖每一个分子啊去经营，去付出。那我在杨老师家住了七个月，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啊，虽然我没有结婚呢，但是呢，也从他们夫妻相处啊，学到了一些很好的经验。这杨老师啊，一进门或者他先生一进门呢，绝对啊会向屋里面的人啊先打招呼，说：“我回来了。”屋里面的人啊，不管在忙些什么，一定会先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出来迎接，啊，欢迎你回来。哎，你们家有这样做的举手。那你今天回去说啊，我回来了，你先生正在看报纸，看看你。你可啊，不能气馁，因为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现在要扭转整个家庭的气氛呢、啊，要循序渐进。你喊第一次，喊第二次，喊到第十次啊，一定会有回应的、啊。好，好，所以对的事啊，要坚持做。那当杨老师走到门口来，看到他先生进门，拿了很多的大包小包的东西啊，杨老师一定会亲手把他接过来，然后对他先生说：“哎呦，来就来啊，这么客气干什么？还带大包小包，好，就拿进来。好，还有啊，不管先生买什么，都欢喜接受。好，毕竟是先生的一片什么心意啊，你可不能呢，在门口还没进门呢、啊，你怎么又乱买东西了？”他这个热心啊，被你一盆水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听到先生的那一盆那个热忱啊，被我们浇洗的声音？好哦，所以这是气氛啊，就非常融洽。那他先生啊，很会泡茶，每一次茶泡好出来啊，这杨老师接茶的时候啊，都是奇美。啊，落实啊，相敬如宾。然后喝茶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他说怎么有人啊，可以把茶泡得这么香，这么好喝？”他先生会说：“好，我再去泡。”所以啊，多看对方的优点啊，对方会非常欢喜。所以俗话说啊，好话一句啊，做牛做马都愿意嘛，所以我们不要吝啬啊，很真诚的称赞、赞赏，这样会让啊对方的优点啊越来越发挥。所以今天啊，您的先生刚好心血来潮，帮你洗碗。洗完以后呢，你进去一看，根本那个很多清洁剂啊还掉在上面，怎么办？怎么把碗洗成这样？哦，那下次就不洗了。哦，你一定要挑一个刚好洗得蛮干净的，然后拿出来说：“哎呦，这个碗怎么洗得这么干净？”哦，我第一次洗碗也不可能洗得像你这么干净。哦，他很有成就感啊，哎，下次又会帮你洗。所以不止啊，孩子要称赞，任何人啊都要鼓励，都要称赞啊。他的潜力啊，就会慢慢怎么样，激发出来。那假如家庭气氛不好啊，那就影响甚深。我们都知道，日本江本胜博士研究出来，当一个地方的气氛不好，所有这一个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物质跟人啊，都会受到不好的影响。你家庭里面呢，都是爱语，都是互相关怀，那人的身体就很好。假如在家里面呢，吵吵闹闹，那每一个人的细胞都病变了。好，那因为刚好有看到一个实验，是拿白米饭来做实验。第一碗呢是称赞他，第二碗呢是骂他，第三碗呢是理都不理他。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啊，第一碗饭呢有一点发酵了，香香的；第二碗饭啊臭了，发黑了；第三碗饭呢，诸位同学，结果怎么样？比第二碗饭呢还臭。所以冷战哈、哦、比热战还厉害。你不要说我懒得跟我先生吵，这样的态度哈，会更恶劣，夫妻关系会更不好。有时候吵一吵哈，情绪怎么样？还有发泄出来啊。好，你这在那里冷战哈，不止你们夫妻两个很难受，连旁边这些孩子都怎么样？觉得要赶快避开。结果刚好有一次我在谈这一个实验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啊，带孩子来听课，先生坐在左边，太太坐在右边。先生一听完这个冷战比热战还厉害啊，马上就把他的右手伸出来，然后跨过他的儿子啊，拍一拍他太太，然后用眼睛告诉他，老师在讲你啦。结果我站在讲台上啊，替他捏把冷汗。突然啊，看到他太太呢，狠狠的怎么样瞪他一眼啊。所以很多男人啊，到太太啊离开他的时候，他还不明不白，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啊，一定是因为啊，太太付出很多啊，他连一句肯定怎么样都没有，还太太越做啊，心里越难受，所以就生闷气。那先生又没有适时的安慰啊，适时的疏通啊，久而久之啊，那个情绪就很不好。好，所以呢，我们男士啊，不只要善体父母的心啊，也要善体啊太太的心境，这样就能把家庭不好的气氛啊转掉。而且啊，人啊，说实在的，苦与乐啊，都在我们的心中啊。当这一生啊，能够闻到念佛法门，这一生啊，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样的因缘啊，内心都觉得这一生已经啊，值回什么票价了嘛。往后的人生啊，时时刻刻啊，为人着想，不跟人有任何计较，因为已经值得了，知道有好地方可以去了。所以往后所有的付出啊，我们都不用去求回馈。那既然不求回馈，那哪来的痛苦？所以我曾经就跟朋友沟通一个观念，我说按照逻辑来讲啊，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到我们的内心去，没有人能真正进入我们的内心啊。而那个真正伤害我们的人是谁？好，比方说今天我们走在马路上，突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过来呢，啪给你一巴掌，打完以后他就走了，你还神魂未定，还在那里擦脸啊，心里想说啊，他一定呢心情不好，算了算了，不要跟他计较了。结果回到家里啊，刚好先生喝了一点小酒，不大清醒，啪也给你一巴掌。哇，同样一巴掌效果怎么样？不一样。你说啊，我这一辈子都跟你啊没完没了。所以同样一巴掌为什么产生不同的效果？谁造成的？所以苦啊，是自讨苦吃啊。所以《无量寿经》有一句话给我的震撼很大：人在爱欲之中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伤，无有代者。事实真相啊，我们又何苦啊？给自己制造这么多的痛苦，所以用一份包容的心啊，就没苦啊。哦，你说，那先生这样的态度，他应该知道啊，怎么样当父亲啊？他应该知道啊，怎么样当好太太啊？好吧，怎么样当好先生啊？那诸位同修，我们念书念了十多年，请问哪一节课教你如何夫妻相处？有没有？请问哪一节课教你如何教育小孩？啊，对啊。所以虽然先生有三十几岁的身体啊，他有没有三十几岁的智慧？没有啊。所以我们的应该正不正确？那也不正确啊。所以先人不善不是道德啊，无有愚者
殊无怪也。所以我们要怜悯他，没有办法学到圣贤的教诲。那今天我们学到了，应该用我们的德行啊，去感化家庭里面的每一份子，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思维。我在教书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学生，他的行为啊比较偏颇。有一次啊，拿了老师的钱啊，被抓到。好，因为要给这个孩子啊一些警觉性，所以还请来啊警察呢，给他录口供，让他知道啊这个错太严重了。录完以后啊，这个孩子坐在楼梯口啊，很落寞。很落寞。那刚好那一节课我没有课啊，走过去看到他的背影啊，也感受到他的情绪，我就啊走到他的身旁啊坐了下来。当一个人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啊，我们不要主动啊讲话，人不安啊勿话扰，等他想跟你讲啊自然就会讲啊。所以坐下来呢，差不多过了一两分钟啊，这个学生就跟我说，他说老师啊，我很想死啊。那我们当老师的哈，要镇定。学生说很想死，你不能哎呦不要了不要，要把原因找出来。我们也很冷静啊，问他说你为什么很想死，然后他就说了，老师啊都没有人喜欢我。所以当一个人得不到任何人的关爱啊，他内心会非常的空虚，非常的不安。那我进一步啊就安慰他，我说福玉老师会讨厌你吗？因为我们学校啊有一个老师啊也很关心他，他呢听了以后呢没说话。接着我就说，那蔡老师会很讨厌你吗？他摇摇头，不会。那把他的情绪安抚好了，我们进一步啊引导孩子思考，把原因找出来啊，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别人为什么很讨厌你不喜欢你，原因在哪里？这个学生说啊，老师我都打人啊，我都骂人。他清不清楚啊？他清楚啊。我说那你就啊以后啊不要打人不要骂人，那人家就不会讨厌你了。这个孩子皱着眉头啊告诉我，他说老师啊，我很想改啊，但是我改不了啊。我们当老师听到学生讲出他内心的一种挣扎，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啊。所以为什么教育啊要从小扎，长大以后习性要改啊，大难大难。其实当他在随顺习气的时候，他自己也很痛苦啊。所以大人纵使啊在作恶当中啊，他的内心也很痛苦，他也希望啊别人怎么样包容他。当我们有一个真诚至诚心包容他的时候啊，才能够唤醒他的觉悟。所以当我们不能唤醒对方的时候啊，要反过头来关照啊，是不是我们的诚心不足。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则佛陀的故事，当时候印度啊有一个杀人魔王，在很多的国家啊都是通缉犯，还要派军队啊来抓这个人。结果刚好这一个恶人啊，他听说啊有一位圣者叫佛陀，所以他就啊升起了不好的念头啊，想要来试看看佛陀是不是真正的万德万能。所以他就站在啊佛陀会经过的路径当中，一看到佛陀啊，他马上呢拿着刀啊往佛陀的方向啊冲过去，试图啊要考验佛陀。
结果当他快步行走啊，跑得越快啊，佛陀离他越来越远啊，他越跑越累啊，终于跑得精疲力尽。突然啊，佛陀回头啊，看着他，对他说：“忍者啊，你止步吧。”这个印度的止步啊，跟止恶啊，音几乎完全相同。所以佛陀这一句至诚的话，打到了他的内心里面去。他突然啊，双膝跪下，痛哭流涕。佛陀的这一个至诚心呢、啊，把他唤醒了。因为啊，作恶啊，内心实在太苦，太苦了。而佛陀、啊、怎么称呼这一个人呢、啊？仁者，你止步吧。所以佛陀是平等看待一切众生，甚至于是啊，把众生啊都当作佛一样的恭敬。所以由于这一份至诚呢、啊，把十恶不赦的人、啊、都唤醒。后来啊，他就出家修持。当他走在路上啊，很多的人民啊都拿着石头啊扔他。他也知道啊是自己的罪恶，要、啊、欢喜去接受。刚好有一天啊，各国的军队啊知道他在佛陀这里啊，都派兵啊要把他抓回去。因为佛陀很有威望啊，这些君主啊也很尊重佛陀。佛陀在当下就对这些军队讲：“你们看这一位修行人，难道会是杀人魔吗？”大家一看啊，他整个修持非常好，整个脸色就完全都不一样了。军队也都啊退回去了。所以确确实实啊，人都不愿意作恶。我们啊，透过彼此的缘分啊，要尽心尽力啊，帮助对方。所以我就跟这个学生约好啊，拿一个簿子啊，好，左边写善，右边写恶。所以我们每一天啊，你都到老师这边来啊，今天做什么善，明天呢、啊、做什么？今天呢、啊、做了哪些恶，自己啊要清楚。好，那每一天期许自己善要增加，恶啊要减少。那因为这个同学啊，他说他要自杀，我就很警觉，因为自杀以后啊很不好。所以我刚好有一本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画册》。好，我就过几节课以后啊，跟这个同学相约啊，坐在楼梯上啊，开始跟他说：“作恶啊，以后会下地狱。”好，然后呢，地狱的刑法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孩子啊，看的时候眼睛瞪得特别大。我们希望让他了解啊，一定要赶快啊，断恶修善。过了几天呢、啊，这个小孩啊，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啊，走来走去。虽然孩子没有开口说要找我们，但是我们从他的举止还有眼神呢、啊，也知道啊，孩子要找我们。所以我就走出来，对他说啊：“有什么事吗？”这个学生呢、啊，用他的左手啊捂住他的右手，然后啊有一点腼腆呢、啊，就把手啊拿开。这个孩子在他的手臂上啊，画了一尊释迦牟尼佛。诸位同修啊，这个孩子画这一尊佛啊，也要画一段时间呢、啊。而这一段时间，他的内心只有哪一个念头啊？释迦牟尼佛。所以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要尽心尽力啊，去帮助。好，所以夫妻啊，只要能互相包容，互相鼓励称赞，家庭气氛啊就会很好。那佛陀也教我们要做四摄法。
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所以我们假如出差去或者到一些地方去游玩了，也要啊顺手啊给另外一半啊买一些纪念品、小礼物。所以师长也常常叮咛我们，人际关系要好啊，要多请客，多送礼。当你一回来，这个马上呢把礼物拿给太太，太太一看啊，哇，你走到哪里啊，心里啊都有我，她一定会说，来，你一定饿了，我去帮你啊煮碗面，她会很欢喜。除了要布施之外啊，还要爱语，常常鼓励肯定对方。当然当先生啊有过失的时候，我们也要啊抓住好的机会点啊给予劝诫，给予引导，这个也属于爱语。再来力行，先生的事业，先生啊对于父母的奉养，我们也都能时时啊尽一分心力，提醒他，我们已经很久啊没有回家看父母了，提醒他也是力行。当有一些事情可能他容易忘记的，我们也能够啊从旁啊帮他记下来啊，提醒他，这个也是力行。最后同事，夫妻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件事啊，是把家庭把孩子教育好。那夫妻假如能够一同啊走向修行修道，成为法眷属，那就非常圆满。那很多人觉得啊另外一半啊就很难啊把他引导入佛门，其实啊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念头障碍了，因为越亲的人啊他不会听你说什么，他只会啊看你做什么。所以你的成就越好啊，对方啊越能够肯定啊佛法的殊胜。所以我们安下心来先把修身做好，就能够把这一生啊夫妻的姻缘往圆满的方向啊去推动。好，所以居有常，业无变，把家业经营好。那对于小孩来讲，他是在学习过程，所以学业啊也要有正常的规律啊来学习。很多小孩啊他在礼拜一来上课的时候啊都是气色不好看，也可以从孩子的气色了解到，他放这两天假晚上啊一定很晚睡觉。所以有一条数学题啊叫五加二等于多少，五加二等于零啊。这个等于零还不错，五加二啊可能会小于零。五啊是在学校上课五天，二啊是回家啊也放两天，结果五天的学习都被这两天放逸怎么样抵消掉了。那现在孩子是越大越难教啊，代表不是等于零啊，是什么？小于零啊，每天德行啊反而在下堕了。所以不无规则啊不成方圆，绝对啊不能让孩子生活学习没有规律，因为人都会好逸恶劳。假如他知道放假就不用读书啊，那他就很喜欢放假。那我就跟我姐姐提了一个醒，纵使你今天啊带他到郊外去，你也要固定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定要让他读经典，
让他明白，不管我到哪里，纵使啊出外旅游，也要每天读书。他就觉得这是我每天该做的事，他就不会啊去逃避。所以父母的态度啊，对孩子影响很重要。那家长会说孩子不好学，诸位同学，孩子不好学是结果啊，原因在哪里？一个家庭啊，有没有好学的气氛啊，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的记忆当中啊，父母也从来没有叮咛我们说啊，赶快啊，好好念书，啊，没有这样的记忆。但是从小啊，只要吃完饭啊，休息一下，父母啊，就进房间啊读书了。那时候我们年纪还小，有没有可能父母在书房里面念书，然后我们几个孩子大摇大摆坐在那里看电视？敢不敢？不敢。很自然的，我两个姐姐就带着我上楼念书，所以习惯啊就成自然。记得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的母亲晚上上楼来啊，都是叫我们赶快去睡觉了，不要再念了。那后来我母亲啊，人都还没到啊，一听到脚步声，我的姐姐就会传达我母亲的话，赶快睡觉了，不要再念了。我妈妈在那里笑，觉得也很有意思。那我就跟现在的家长讲，假如啊你叫孩子去念书，然后你自己在那里看电视，然后告诉孩子你赶快给我上去念书，那孩子当然会依依不舍啊，慢慢走啊，一边走还怎么样，一边看，然后呢还抱在啊楼梯口的柱子上久久不忍离去。突然你就说了，我数到三哦，再不上去就家法伺候。他才勉为其难怎么样上去了。一上到楼上啊，坐下来，身体在书桌前啊，心里在哪里？我有一次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呢，下面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在电视里。孩子很明白。所以上行下效啊，假如上不好学啊，下要好学很困难。而当你啊不好学，要叫他读书啊，他内心会很不满，久而久之啊就会不听你的话了。我记得我父亲50几岁啊，刚好公司需要去考一张啊证券交易所的一个证件，要考上那个啊才可以去带一个证券所，所以公司啊就派了很多人啊一起去考试。我的父亲啊年纪最大，其他的都是30来岁的小伙子一起去考，结果所有人考完试啊，只有一个人考上，就是我父亲考上。我看着父亲50多岁啊，每天在那里看书啊，内心怎么样，肃然起敬啊。所以诸位同学，当今天回去啊，你不要先叫孩子读，你自己啊每天就开始读弟子规，读经典，相信你的孩子走过你的身边也会怎么样，肃然起敬。好，所以这个家庭啊，点点滴滴啊都要靠长辈啊，都要靠父母来好好经营。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一起念一遍。事虽小，预备起。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事情虽然小啊，但是啊，
也不可以擅自去做，因为啊，善啊，一定是从小处做起，慢慢才会形成大善。所以刘备啊，留给他的孩子一句很重要的教诲，叫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所以小恶积久了就怎么样，成大恶。所以俗话说啊，小时偷针啊，大时怎么样，就偷金了。所以对孩子很多行为啊，要从小处去纠正。比方说，我就曾经啊，听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小朋友啊，刚好他的同学要坐下的时候，他突然啊，把椅子移开，开了一个小玩笑啊，结果同学啊，没有注意到啊，一下子就整个坐下去，当场啊，脊椎着地，宣判啊，终身瘫痪。所以事虽小，无上为。我们进一步啊，要引导小孩。这个同学啊，将在病床上啊，躺一辈子。他很苦啊，不止他会苦啊，还有谁会苦啊？他的父母啊，一个孩子养这么大，突然变半身不遂啊，那父母比他还难受啊，还要侍候他。每每看到他呢，可能眼泪啊都止不住。那我们会问同学，小朋友，关心你的人有多少？他们算一算啊，亲朋好友也有几十个人。所以你一个小小的过失啊，造成了几十个人的痛苦。所以只要对人的安全有任何的危害的这样的事，绝对啊不能做，绝对不能做。所以孩子要对安全啊特别敏锐，第一个要注意别人的安全，不能啊乱开玩笑；第二个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所以要告诉孩子不可以乱玩火、乱玩电、乱玩水。我们也常常看到寒暑假期间呢、啊，孩童溺毙的情况多不多？很多啊，这个都是没有教导他安全的态度。中国的小孩啊，对于安全意识啊偏低，这个都是缺乏提醒。所以只要跟安全有关，事虽小，勿擅为。再来啊，要跟礼貌有关，也要事虽小，勿擅为，不可以去啊随便啊乱动他人的东西。我就曾经啊听过一个朋友，他就是有这个坏习惯，见到人家家里啊会动东西，结果刚好那一天他到同学家，进去同学父母的房间呢、啊，隔天呢他的同学。到学校去就对他说，你偷了我们家的钱。哇，那全班的同学都听到了，他很难受啊，因为不是他，他没有拿，可是人家因为他的习惯啊，一口就咬定他，他也是百口啊莫辩。所以这一个阴霾啊一直跟着他几十年。北京前一阵子有一个外商公司啊，刚好招员工，去的都是很优秀的人，而且要经过好几关的试验考试，还要考外语啦，考很多专业。后来考下来啊，只剩几个人做最后的面试。当这一些透过最后考验的人啊，到了会议室来，长官啊，就对他们说，我现在啊刚好有点急事，我出去一下，十分钟以后啊我们继续面试。结果他走出去以后啊，
在这十分钟当中啊，这一些年轻人啊，就站起来啊，摸东摸西，好，然后看到桌上的资料啊，拿起来看一看，还顺手啊，拿给其他的人看。好，十分钟以后啊，这个主管进来了，他说：“对不起啊，你们通通啊没有录取，因为啊，会议室里面有装什么？”摄影器啊，你们连最基本的事虽小勿擅为都没做到。结果他们很不服气啊，他们就说了，从小到大也没有人教我们不可以乱动了、啊、所以确确实实啊，现在人啊真的很缺乏做人做事的正确态度，纵使他们的能力很好，学历也很高啊，但是呢，这一些小细微啊，都没有顾虑到，小事办不好啊，能不能办大事啊？那就不可能。所以事虽小，勿擅为。那我们要求孩子勿擅为啊，大人也要怎么样？勿擅为。所以比方说我们一进门啊，脱了袜子一定要好好摆好，不可以乱丢，不然你的孩子有读弟子规啊，他会告诉你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而当我们跟孩子一起学习啊，当孩子指出我们的过失，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啊？你要接着跟孩子说：“过能改，归于无。”唐寅是啊，爸爸说：“哎，对不起，感谢你指出我的缺点。”大人呐、啊，很不习惯讲对不起，好像觉得对不起讲出来会怎么样？好像自己怎么样？刚好相反，当为人父母、为人长者啊。能够对自己的过失啊，诚诚恳恳说对不起啊，孩子对你会更加尊敬。好，因为我们在教学过程啊，难免也会啊出错误，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孩子说道歉的时候啊，当我抬起头来啊，看到他们的眼睛都瞪得很大，然后啊，那个态度就是对老师更加尊敬。那有一个母亲啊，刚好她的先生一进来，袜子啊乱放。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因为先生还没有配合啊，所以这个妈妈马上呢很善巧，她就跟孩子讲，因为也怕孩子会觉得呢爸爸做错了嘛，她就跟孩子说：“你看爸爸。”很辛苦，工作一天啊都没力气，你赶快呢帮爸爸把这个袜子啊拿去浴室里面啊放着准备洗。引导孩子啊要体恤父亲怎么样，很辛苦、啊、结果孩子去拿了以后啊，这个父亲怎么样、哎、内心觉得怪怪的。好，下一次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啊，他先生就自己怎么样拿了就过去了，因为他也希望啊自己在孩子的面前啊有很好的形象。所以我们用包容啊取代责备，慢慢啊对方的惭愧心啊也会升起来。那有一个小孩啊，刚好跟我们一些老师啊坐在车上，在开车的过程遇到红灯，这个小孩啊就对开车的老师说，他说：“老师啊，你不用在这里等红灯啊，你只要啊右转过来，因为刚好在这里等红灯啊，他说老师不用等了、啊、你只要从这边、哦、开过来，然后转过来，
然后再转回来，就过去了。跟谁学的？他的妈妈还是老师，不，还是警察。所以我们当警察、当老师的哈，一定要很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这个老师就警觉到啊，这个孩子一定是看父母开车开这样。所以当天回去啊，他就打电话给孩子的妈，他说：“今天啊，你儿子教我如何开车。”结果他母亲一听啊，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就笑起来了。啊，所以诸位同修啊，事虽小，勿擅为。所有违法的行为、不礼貌的行为，都不能啊做，不然会给孩子啊不好的形象啊。好，那我们看下一句：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孩子从小啊不会贪心的话，对他养成廉洁有守的态度啊，是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古代啊，为什么要举孝廉？因为孝啊是德之本，有孝的话就有德行，而有廉洁之心啊，他替众人办事啊，才不会贪婪。所以廉洁啊，是办事能不能够办成的一个根本。所以做人做事啊，根本在孝廉。那孩子有时候他拿东西啊，并不是想偷啊，而是一个不了解的动作，他觉得好玩啊，就拿起来。所以我们当父母的人要很敏感。刚好有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到书局去逛，逛完回来出来的时候，发现啊孩子拿了日记本上的小钥匙，那妈妈就回过头来就跟这个小姐说：“啊，这个小钥匙啊，不知道放哪里。”结果这一个小姐就说：“哎呀，小东西没关系，给他玩吧。”母亲也没警觉，就拿给孩子，就回来了。结果后来啊，孩子上幼儿园了，常常都带一些小东西回来。所以教育里面啊，胜于开始。一开始你没有教他，往后怎么样，就难教。所以另外有一个妈妈就讲到啊，有一次带孩子去菜市场买菜，突然回头一看啊，孩子手上拿了一颗芭乐，他马上很警觉啊，就回过头来赶快去找这个商店啊。结果商店的老板怎么讲？没关系啦，给他给他。所以我们现在大人的教育观念啊，敏感度不够，反而啊好心行了什么恶事的。这一位母亲马上啊就拿了钱呢交给孩子，说你拿人家任何东西啊一定要给钱，还让孩子亲手啊把钱怎么样交给老板。这些机会点啊都要抓好。有一个孩子上了小学了，有一天回来啊脸色怪怪的。所以我们当父母的啊，要常常啊观察孩子的脸色，因为他假如做了坏事会怎么样？会表现在脸上。可是现在很多孩子哈，讲谎话都怎么样？都不变颜色啊。为什么会这样？从小磨练起来的嘛。所以只要你一开始能导正啊，一开始去观察，一定都可以发现得了。所以那一天他看到孩子脸色怪怪的，他去翻了孩子的书包啊，结果发现啊里面有
两三颗苹果，就把孩子叫过来，苹果从哪里来的？孩子啊，也知道错了，很紧张。他说，我们几个同学走过来啊，顺手好玩啊，给人家在摊贩上啊，就把这些水果拿走啊，其他同学也有拿。所以这个妈妈马上带着孩子啊，到水果店，恭恭敬敬啊，给人家鞠躬，对他说：“对不起啊，我的孩子啊，拿了你的水果，我跟你道歉，我自己没把孩子教好，要多少钱呢？我现在马上付给你。”他的孩子在一旁啊，站着，相信啊，妈妈的这个态度啊，会唤醒孩子的惭愧之心，而孩子啊，也会啊一辈子记住这一个教训。那物虽小，勿私藏啊，除了不可以偷以外，不可以拿以外啊，同时间啊，也要教导我们啊，不要吝啬，不要很多东西都只是想给自己，要懂得啊施舍。你假如从小孩子啊，任何东西都只想给自己啊，他就会自私自利。有一个母亲到学校来，他们同学啊有六七个，那母亲呢就到寝室里面啊，把这一些牛奶啊拿给孩子，他说：“儿子啊，你就一天喝一罐，自己喝，然后呢，都不敢让其他的同学知道，很神秘，然后就走了。”诸位同学，这样教好不好？刚好啊，老师察觉到这件事啊，马上呢，把这些就跟孩子讲，说啊，我们呢有东西呀、啊，要跟同学一起分享，不然你偷偷摸摸在那里喝啊，你也、啊、喝得不痛快、哦、那孩子一听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哦、所以当场啊，把所有的牛奶、啊、倒出来、哦、倒好以后啊，就分给每一个同学喝。那当每一个同学啊，在接受牛奶的时候啊，都对这个同学说啊，谢谢你、啊、谢谢你。那在倒的过程啊，这一些同学啊，也很怕自己倒太多，别人没得分呢、啊，还会说：“好了好了，我的够了。”所以你看呢、啊，一个孩子的慷慨的心啊，让整个同学啊都学习到了。结果当天呢、啊，这个小孩写日记啊，他就说到：“这一杯牛奶啊，喝下去啊，又香又浓。”因为他是欢欢喜喜啊，供养大家，所以他也喝得、啊、格外的欢喜。所以我们从这一个小事当中啊，也是教导孩子啊，不要吝啬。后来他的母亲看了他的日记啊，也觉得呢很汗颜，很惭愧。你看孩子都有这种施予的心。好，那我们也要同时啊，让孩子建立一个观念，要公私分明。所以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能啊轻易啊占为己有。那我会问小孩，我说学校里面的东西啊是谁买的？那小孩就说啊，校长买的。那接着我们就问了，那校长啊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小孩子说，政府给的。这也是一个尝试嘛，引导他们。那政府的钱又从哪里来的？是从纳税人的钱里面付出来的。那纳税人有多少？学生的直觉就说有十几亿人口。
我就跟学生说，那你有没有纳税？他说没有。所以我们大略估计啊，纳税的人啊也有个5亿、6亿人。所以你拿了公家的东西啊，欠多少人啊？欠多少？欠5亿、6亿人啊，那怎么还？哇，那很难还，可能要做牛做马才还得了。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引导啊，让孩子对公家的东西不会占为己有，而我们为人父母啊，也要谨记这一点。所以公家里面的便条纸啊、文具啊，也不能够轻易啊拿回家里来用。我们能够越清廉廉洁啊，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而上班时间啊，能不能常常跑回家里来？这个物私藏啊，连时间啊，公家的时间也不可以啊，占为己有。这都是给啊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假如我们物虽小私藏啊，这个对德行啊就有损失。所以苟私藏，亲心伤。一个人啊要创事业很辛苦，而要把事业啊能够维持而不败坏啊更难，更难。所以在中国啊，百大企业每一年都有统计，结果很令人啊深思的现象，明年的百大企业啊跟今年的百大企业几乎啊很多都是不一样的公司了。那在这百大企业的企业主当中啊，有很多人啊今年还在榜上啊，明年已经啊锒铛入狱啊，被关起来了。因为啊在商场当中啊见利啊忘义了，都急功好利，贪婪的心扶不住啊。所以本来事业飞黄腾达，做了犯法的事啊，当场就垮下来。所以我们要谨慎啊，养孩子这种不贪啊廉洁的心啊，才能够让他的人生啊减少很多会致命的诱惑。好，我们看下一句，我们一起念一下：亲所好，预备起。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显。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那诸位同修，父母对我们最希望的、最期许的是什么？其实父母啊，可能第一个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父母为其疾之忧。”这个疾啊，有一个好的身体啊，父母才不会担忧。而这个疾除了指身体健康以外啊，你再把它延伸出来，就是坏的习惯。所以哪一些坏的习惯啊，会让人生遭难？这一些我们都应该啊，亲所恶啊，谨为去。好，哪一些坏习惯会让人生啊落入很不好的境地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待会再一起讨论。好，谢谢。